这个像锐轮的地方都有，锐轮的地方都有，所以呢，两个地方都可以用的。比如说，你们想想沙漠，沙漠白天特别热，晚上是特别冷的地方。沙漠的那个里面，这边后面它们吐湿都是氧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氧气跟我们的皮是百分百一样的 ，pH 6.6，氧气可以呼吸，所以氧气不会发霉。你们国家台湾天气湿度太高，一般的话你们不可能穿皮的产品，因为我在台湾台大毕业，所以我知道你们国家天气这里一般的话你们不可能穿皮的产品，因为很快出来发霉。但是羊皮被子不会发霉，反正冷的时间也可以穿，热的时间也可以穿，都没关系。马上我们的国家介绍我们的有毒汗，他们的衣服上有汗吗？你们试一下，你们穿的汗马是白加边，有带你们去你们看一下，你们能试是不合适？玩的开心，谢谢。